任达华、梁咏琪、杨采妮同罗仲谦呢日就一齐出席电影首映礼。任达华太太琪琪同女女都有嚟捧场。女女最近仲为杂志拍摄封面添，将来系咪都想进军娱乐圈啊？即系14岁，咁好细嘅啫。咁我觉得最紧要都系读书先。咁又冇话咩特别嘅安排啲乜嘢。咁偶然我谂拍个封面，拍啲相咧，咁等佢喺呢个阶段嘅时候咧有少少回忆，我觉得都好。至于梁咏琪同杨采妮呢对好姊妹，今次竟然系第一次合作拍电影，两位都是爱狗之人，就连屋企的小朋友和狗狗都相处得非常融洽啊！哦，非常之融洽啊，系因为最近我个女儿开始去到咧有少挑食的阶段啦，咁佢一挑食咧就会弹落个地下度咧，咁我只狗就会埋去食，咁所以佢哋系建立咗一个非常深厚的感情嘅。咁但系我觉得呢个系一个小朋友必经的阶段，咁啊我见到佢哋感情即系突飞猛进，我都好开心嘅。系啊，我就因为其实。我小朋友是早產 BB 啦，咁所以開頭嘅時候咧，我就有稍微隔離佢哋，即係喺個 BB 房嗰度咧擺咗一個欄喺度啦。咁我就同兩隻狗狗講，我永遠都用呢套嘅，就係同啲狗狗好好地溝通，話俾佢哋聽咩事。我就話俾佢哋聽，我媽咪係好錫你哋，但係因為而家 BB 好細，所以你哋唔可以一齊玩。有陣時媽媽照顧佢哋咧，你唔好以為我唔錫你哋啊。佢哋大個咗，你哋可以一齊玩。咁啲狗狗真係識聽嘅，佢哋會趴喺嗰個欄杆嗰度，成日守護住啲小朋友，跟住咧見。看到小朋友喊咧，佢哋跑出嚟系咁吠揾我哋去睇下咩事嘅咁。另外，日前 Gigi 就俾人影到疑似大肚，系咪好快就有好消息要同大家宣布咧？没有诶，那天我刚吃饱，好吗？就这样，嗯。